人您请过来。您瞧我给我二姨把的眉怎么样啊？不错呀。不错，要是不错的话，那我再给您说一个。许愿了，妈呀，您瞧这小子怎么不说好话呀？你不要理他。妈呀，您请你去听听哦，待我进来。哦，二更天了，我们睡觉吧。睡觉吧，睡觉吧。不免去至二姨们房中寻唤起来。